今天第一次带麦克风出来，我看常态没那么多人，但是刚才预定的时候告诉我说，西塔老太太烤肉都已经满了，而且可能今天晚上都不一定能订上了。有这么多人吗？常态这儿也有点杜德。我去，我找了一大圈，发现五座在一进来的地方。这就是其他老太太了，这就是。人的确蛮多的，坐满了，坐满了。看看还有座位吗？它前边是有147个人，不知道今天我还能吃上吗？不知道今天我还能吃上吗？为了防止我吃不上，我再去太妃殿再拿一个叫号的。他说100多个人，可能今天不一定能吃上。太妃殿在哪儿？我有点记不太清了。这是什么殿啊？常泰华府。找到太妃殿了。这儿也有家 HM。因为我看刚才那块儿，我晚上要去健身嘛，然后怕不等时间太久，所以先来太妃殿这儿。太妃殿这儿主要是泰国菜，我看也不错，泰国菜我也很喜欢。是西米露，猪颈肉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太妃殿的虾片，很好吃。餐齐了，这是咖喱牛腩，